我今天做一个学生团契的辅导跟家长，有一个很大的祝福，是我们可以一直看到不断的生命的成长，还有更迭，就是新的一代起来，然后送出去，然后再有一代新的又要进来，所以相对的有一种很大的痛，就每年都在经历分离。有时候我觉得尤其对我还要记每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实在是所以我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在校生跟毕业生，不要问我哪一届毕业的，我就来想你们孩子也是只能叫我爸爸。好，今天的信息我要从两个听说开始，帮我放第一个。第一个听说，不用跳，不用跳，第一张还要再回去一遍，累。好，这是这一次我觉得很棒。我们团契有一些美工的人才，总是有一些理念可以设计。可是我后来就听说这个造成小小的争议，还大大的争议。一个邀请从天发天父而来，所以有人说怎么可以我们的聚会就是一个送旧嘛，凭什么说是上帝的邀请那不过就是一个核心办的。大一、大二、大三办，大四必须参加的，怎么能够说上帝邀请？所以我要改一个字我接下来想来想去报爱一下两个。如果说启程这件事呢，你有想过贯穿全本新旧约圣经，启程这件事不是这个聚会，启程这件事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从来没有神的儿女聚在一起好好的就停留在这里，没有。从旧约创世纪开始，上帝就不断的把他的属他的百姓拆出去，甚至他们真的想要聚集的时候呢，就变乱他们统一，非得逼他们出去不可，一直到新约都是如此，同意吗？所以启程这件事是上帝的命令。关于启程，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出去从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二十八章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去使人做门徒这件事也是先离开这里出去把福音分享出去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超会背的嘛，对吧？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也是要我们出去嘛，为主做见证。没有人自己基督徒关起门来开心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是要去还没有信主福音未曾去到的地方做见证。所以启程这件事是一个命令如果邀请真的太小看，我觉得我们真的贬低上帝上帝还邀请我们，上帝命令我们就是要出去。第二个听说很多毕业的学长姐常常回来说，团契真是一个舒适圈吗？大学生过太爽。我们来看经验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吧，请。耶和华的份则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则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也受吼叫之力，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主荫上两翅上长，借主足荫陪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如此引导他，并无外邦。这段经文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在预备完以后才发现，几年前我也曾经在团契送旧契刊里面接受可是那时候完全的内容不太一样，但发现我自己应该这几年也有成长，对于这段经文的领受很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团契真的是舒适圈吗？下一页。如果舒适这件事是神绝对的环绕，绝对的看顾，绝对的保护，我真的愿意团契永远是舒适圈。一想到东海团契就是神在这里，对吗？如果东海团契人看到不是我们人多，不是我们很强，我们当中有那么多能干的可以在各样地方服侍的做见证的，如果东海团契出去，你是东海团契，神在你们当中，
第二个，我们的麻烦是什么？我们麻烦是上帝之所以随时的环绕我们、保护我们、开阔我们，是为什么？因为他遇见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旷野，是一个荒凉，是一个野兽吼叫之地。我们常常忘记这里，我们以为这里是一个理想国，这里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很舒适的地方。我们以为我们就在这里安定。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聚会变成，大家在这里有没有好好的聚会分享？同工有好好负起职责？我有一段是非常非常的抗拒嘛，缴交团契聚会人数。我自己想，上帝，我怎么样可以知道一个人数是我们团契每周我们在外影响的人数？我真的想知道那个数目，那个才是我们真的带着福音使命出去的地方。如果我们这个团契忘记了这个世代到底是怎么样的环境，上帝为什么在这个世代把我们先拯救出来，为的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要去到我们班上，去到我们的家庭，去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从来不是去到一个基督徒群体在那里种下去，对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舒适圈如果是因为上帝的保护同在，哈利路亚，可是如果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个环境，我们所应该去传扬福音见证主的地方是一个荒凉野兽吼叫之地，那真的就是我们问题。第三点，所以好在毕业的好处是嘛，我们要送走，今年听说送走41位嘛，虽然我们没有真的看过这41位，至少在座的这些，你知道你要被逼着去正视一件事情，你要被送离开东海，逼离开东海，命令你离开东海，干嘛？去真的身处旷野、荒凉、空野兽吼叫之地。我相信这大概才是毕业生就是这些后面在座那几排的人想要告诉你们，替他们跟你讲，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扎扎实实的在面对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环境面对没有那么多自由的时间，失去了大学里面最自由的时间、金钱、人际，必须很长的时间为了他的工作，为了有点像被束上带子绑在那个环境里面。我想这大概也是毕业生毕业几届的他们最想回来劝勉大家的，希望团契再上升，不要忘记我们仍然被放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学习面对我们要我们的环境还是这样子的环境的，都还有97%的未信主。上帝把每年把不是把3%的基督徒给我，是把97%的未信者给我。我自己想，如果97%跟3%，那我们一个团契应该未信者的比例是多少？一个团契20个人的话，理论上20个人，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可是我们现在相反的，我们97%的基督徒，3%的布道徒，甚至有时候都是老基督徒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麻烦。所以上帝要把毕业生送走，让你们真正去到旷野荒凉、狮子吼有野兽吼叫之地。所以我今天有两个大纲来勉励大家。第一个，启程是神儿女必然的命定。好，下一页。从整本圣经，从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开始，离开吧，年轻人，毕业生真的不要回来，除非上帝很清楚的呼召，回来最好是做老师，这样比较实在，开放家庭，然后陪伴学弟妹。”好。所以大学4年在干嘛？大学4年是在让我们有能力离开巢窝做预备。你看这个经文我没有每个地方贴经文，再下一个。好，可是我要读的是第九节第十节。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之地，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你们想过我们的身上是带着一个标签？我自己是很喜欢
把，因为很容易掉东西，对，我们上帝有好几个仓库，一个装我们的笔，一个装我们的钥匙，一个装我们的伞，所以我很喜欢做标签，我贴上去。有一次我在那个我去澄清医院，那天去的时候下雨，就带着伞，回来就没下雨，那自然伞就不会带了，对，我就回来了。我一直想，我还记得去哪，因为回来以后从来没下过雨，就是每一次忘记。那两个礼拜，我用我在校护室的那个伞桶里面看到我的伞，你看写名字多好。什么叫做你是耶和华的份，你是耶和华的产业，你的身上贴着上帝的姓名贴，赞不赞？看一看赞不赞？我们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那印记啊，血宝血的印记，就是上帝的姓名耶。我们是上帝的产业，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不知道跑来跑去的时候，会把我们拉回来，把我们放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属神的。这段经文太赞了，这段这是出自于生命记三十二篇了，三十二章。我们最后一次查经查到三十一。三十二却是摩西，整个三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叫摩西写一篇歌，就放在约柜旁边，就是这个内容。我们身上，我们之所以有一个舒适圈，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我们身上带着一个姓名贴，我是属上帝。跟你旁边说，你是属上帝，你是属上帝的。这是一生最大的保证，这是永远的上帝儿女的记号。你到哪里，会有人把你带回来。我真的希望的毕业生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当你们出去以后，不要落单，好不好？有时候很快能够找到一个安定的教会，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因为男生要当兵嘛，你还不确定你被发到哪里去。女生不管是就业、读书、嫁人，不知道到底。我们会到哪一个地区去，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没有那么快，可是毕业生这一群，你们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助、彼此纪念，互相是上帝的人。他身上有上帝的信息，也是你看他跑来跑去不知道哪里的时候，把他带去你的教会，因为今天我们是教会的，你看他落单就把他带回你的教会。我们真正的分散，的确在可能是在区域上的分散，可是呢，在主里面不会分散，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属上帝的记号。所以呢，回到这个经文，上帝说，可是有姓名贴的，既然是属上帝，在上这个巢窝里面，不是等着就是打开嘴大叫，上帝就喂养我们。上帝除了喂养我们以外，对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就是我们不想出去的话，在训练过程上就搅动那个巢窝，把你干嘛？摔出去。大学这四年，你在经历被摔出去的过程，你在经历那个翅膀学习震动的过程。我一直觉得这一段是最适合拿来画动画。你有想过吗？那个小鹰不是我们总统小鹰，是当那个小的老鹰，它可以学习震动翅膀。这个圣经说什么？上帝等在哪里？摔到底，怎么会摔下去？那是马姐，我才会这样笑你。可是上帝不会，他等在那个什么，你真的没有力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有时候真的有够帅，我不能说他真的有够狠，要是他真的有够帅，他一定等在哪里，等在那个你真的要掉下去那一刻。那我们很喜欢收翅膀，对不对？能不归就不归嘛，对不对？所以上帝要等到最后一刻，在你快接触地面，等在那里曾经。如果大学这四年你觉得团契让你受压太重，力不能伸，想想看，这是上帝训练你的方式，不是为了团契，不是为了这四年你要在团契做出某种成就、某种资历，这一切都是为了毕业后，为了毕业以后你有能力真的去飞。你想那个画面，如果一个老鹰老鹰其实要最会甩尾、最会变化的，
那他看到眼光要先准，从高空看到有一只兔子，一个猎物这样跑过去的时候，他怎么算距离啊？他物理学超好，一路这样子，他就你看像那个过世龙吗？啊，我们就撞到那个地面，兔子跑掉，跑到。上帝在训练我们，有一天我们会震动那个翅膀，我们要有一个能力是能够真的抓鲁木啊，真的去抓那个猎物，对吗？所以上帝的训练不是啊，反正我只要训练到我会飞，以后我还是会一身两米，没有训练师，没有听说哪一个大四毕业生等在那里就多一分及格，对吧？劳作就及格，没有。毕业门槛要过是需要努力，你们这届还是需要考你的，你发百分一千五对？听说下一届没有。阿里不？在毕业的过程呢，真的回想，我真的想要我们启程之前，你真的回想这四年上帝怎么训练你飞的。怎么训练你的翅膀的震动？怎么样训练你看得准，懂得什么时候要飞，什么时候要沉下气流，什么时候要刹车，什么时候可以接抓住你以后往上飞？这是毕业生要有的能力啊，年轻人。大学四年都在训练我们这个，所以哈。这是一场预备跟训练养成的过程。每一个毕业生，你们在团契这四年，你们每个礼拜比别人多修了三个学分的团契课，384、24的学分，零学分的。这24堂课的零学分课程，在训练你的翅膀，在训练你的离巢，在训练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老鹰，让你永远有一个新的眼光。不是只看到你未来靠什么养活自己。我自己很喜欢一本书，它叫做《哈佛1974毕业生》。他在1974年追踪了一个班级，那哈佛的 MBA 毕业生，他们花了20年追1994出了一本书。这经过这20年，这些1974这些被视为当时世界的顶尖人士，他们20年后他们的结论。他们觉得一生应该看重两件事，不是事业，不是能力，一个是家庭，第二个是下班后。你们想过上班是为了什么？是让你下班后可以更能够好好的去安排。那你的下班后是什么？我想鼓励每一个毕业生，你现在急着的可能是找工作，可能重要的事，可是希望你的工作让你勇敢的可以安排下班后，那是最重要的事。好，第二个，正视自己所去之处啊，的确是旷野，是荒凉，是走掉之处。两节经文下面。箴言22:13，懒惰的时候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训练了四年，你知道有一群人会说，我不能出门，因为外面有马姐。
不是看大学有没有教书，大学有没有绿茶全期，毕业后你还愿意一张一张一卷一卷的查房，那才是真的，不然只代表大学很闲，可以吗？还有时间居然可以写绿茶作业，居然可以来参加茶经，大学毕业后仍然愿意查经，仍然愿意在你的教会去看重圣经的所在。我真的愿意鼓励我们读圣经的，不要每次都是大一的毕业生就、你知道，其实哦，短期不实际，有些都是里面很多是不懂的，出去外面很重要，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今天所有都还是在做一件事。如果你真的同意，我们一生的终极目标是要向神、是要荣耀神、是爱神和好，是帮助人和神和好。上帝把我带去任何的公司，给我任何的地位，目的还是只有这个，对吗？好，所以四年当中呢，我们一切熟悉的核心教义，下一个，我们谢谢今天的 PPT， 真的非常有意思，哇，处理那么重广大的，加一个、所以如果这四年我们一切的目的呢，不是让你熟悉团契的各种技巧学方法，如果你今天问，我大学学这个有没有用，我想你一定会失望，因为你大一进来的时候的科技到现在的科技完全两回事，同不同意？你现在读学到的任何的方法不适用于毕业后上班第一天，这是每一个时代工业革命以后那个十倍数，现在不能讲十倍数、百倍数、千倍数了。我们最近很大的被威胁，只是因为那个电脑下棋下胜过人，我想哇，杂志一本一本的都讲人类都像失业嘛，我不怕这个，因为人传福音不可能用什么，就是你放一个录音带给他听，一个机器人，你听过福音四个定律吗？大家信不可能嘛，传福音不会失业，那上帝要在你的生活当中继续带领你，上帝怎么可能不给你一个人生活？我们的薪水从神而来，不管你是在公司上班，你在学校上班，你在哪里上班，我们的薪水都是上帝透过这个公司给我。今天上帝养我，透过学校养我；今天上帝养你，透过你将来去的地方养你。我们都是从上帝得到这个养生之。所以呢，借着熟悉教义、整好圣经、阅读反思，超越我们的价值和态度，这是我们翅膀有力的原因。是我们可以去抓那个掠物，是我们一生可以去放胆的飞、有眼光的原因。我真的希望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地方说，东海团契的学生很好用，因为操练很够嘛。我希望是我们出去，你是一个有判断力，你不是熟悉方法，可你有判断力，要怎么样去运用你有的资源。上帝摆放在我们周围，做一个已经会飞的老鹰，你仍然要不断的操练，对不对？兔子不会等在你旁边被你抓，上帝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计划我们的生命，可是当你每一次愿意去振动你的翅膀，有判断力，这时候是我要挥动翅膀，还是沉架在气流之上？这一生跟上帝在一起去。我们要有一个影响力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自己在想这个怎么结局的时候，还是想带你们看这张图。下一页，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不知不觉会变得很个人化，你知道吗？我们以为送旧是把你们送走，让你们开始去追求你们的人生。如果我们真的被主导文，我们永远的眼光是上帝的。我们一生跟神和好，向神荣耀神，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这张图很有趣啊，他讲到五个被 IS 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可他们的去年，他们在国内圣经的需求量，不管是这个是被发证的，还是购买的。它平均
增长了88%，代表什么？越逼迫的地区，他们对上帝的话语越渴慕。我读这页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所以东海条件有时候不渴慕神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被逼迫。那我就安心了，反正上帝总有逼迫我们的方式嘛，让你们非得回来读圣经不可。这样想想，有时候很安心。那我就很痛苦，为什么都不？会不会很被激励啊？啊？上帝眼光从来不是你个人，不是我个人。上帝当亚伯兰所得的祝福，以至到如今我们与亚伯兰同盟应许，就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你去哪个公司，亚伯兰就在那边啊，你就为自己祝福说，这个公司有我就赚到。相不相信这个公司有我是赚到？这个学校因为有团契，因为有基督老师，因为有基督学生是赚到。为什么？在这里有许多人要因为这些神的百姓得福，这是从整本圣经来的。我们要离开我们这个群体，去到我们所去的地方，就是如此。我这个图想要提升，做一个老鹰，我们要看到的不是我下一餐在哪，永远永远，你知道你身上有的上帝的标签，是因为你是属神的。这个舒适圈，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把人带进来，我们要去到那些被拆派去的地方，要把人带进来。但他一生也有盼望，但他一生也有祝福。我相信有更多的宣教士，他们是在这个地区做这样的事。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地区，一年有30,000多个人殉道，一天有超过100位基督徒殉道在这个地区。所以他们的圣经的量，在2014、2015、2014，甚至在那个最右下伊拉克。他成长了280%，想过在伊拉克这个地方，他们渴慕圣经是280倍，这是上帝的方式，这是上帝的做法。他搅动窝巢为的是什么？让基督徒更放胆的去活出有神同在的生命，是要不是自己得祝福，是要使人得祝福。我们来祷告。我要邀请毕业生为自己祷告，我要请大一大二大三的弟兄姐妹来为这些常年陪伴我们祝福我们的这些学长姐祷告。因为毕业生经过熬练，经过训练，他们要开始离开巢窝，要去到一个有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的地方，仍然会胆怯，但是我们为他们祝福，因为毕业生身上带着上帝的印记，是属上帝，是上帝要使他们沉架在地的高处，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盼望，要看得更远，要看得更广，要看到自己身上所带的那个福音的使命，渴望一生向神，渴望一生向我们的主，渴望一生荣耀神。我们来祷告。像个翅膀可以挥动，可以像鹰。
福这些毕业生，因为他们是属你的。主耶稣，我们因此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祷告，我们向你呼求。主耶稣，愿你永远给他们一个新的眼光，一个新的价值，一个新的挑战。他们出去不是为了自己要去寻找那个可以吃的，可以养活自己。他们相信是你要带领他们，你要把合适的工作给他们，让他们预备好去承接这样的工作，在那个工作的地方去使万人得福，使他们所聘请他们的地方，使他们所去的学校，使他们所去的位置，都因为有这个人的出现而使他们得祝福。让我们喜欢在那个所去的地方祷告，喜欢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看见，就是你要在我们在那个地方，所以说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荣耀，使那些地方有机会开始渴慕你，开始有机会询问神是怎样的神。主要让我们有做好的预备，可以教导人、劝诫人，可以让这一届毕业生都经历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的喜乐跟丰富。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对的眼光，让我们走出这个校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得胜的开始，是一个全然经历你同在的开始。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转愿你亲自的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我们当中有毕业生，就代表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要往前再迈上一年。我们要开始去迎接那些新进到这个学校，你所预备他们在这里，他们要来到这里来得救的人。主啊，你祝福我们当中大一、大二、大三。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可以撇下我们福音的职分。当团契是把这些大一、大二、大三拆派回他们的寝室，拆派回我们的班上，拆派回我们的家庭。我们身上带着印记，使我们与你和好，也叫人与你和好。奉耶稣的名祷告。